亲爱的大家，不用想到这么深的髋关节是什么东西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你就跟他说这样，加在关节这里啊，髋关节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台语这么厉害，第一个原本就不差，第二个是长辈教的。你要说这上面，在上面，他就教你了，给他们，他们也是你们的老师，给他们成就感，然后他们被需要，自我肯定的价值，这是你要赋予他的。我这些下面，在想这些面教，在这边来勾，这边来勾，是这边来勾，好啊，好。然后手指头，你看我这都，他们就会跟你说，这短骨棒，短骨棒，好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上面食指嘛，勾食指，上面展，上面展，上面展。你说错，他们觉得很好笑，开心，开心笑也是一个心理势能，你懂吗？然后你又问他，这个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每一次都跟你讲的，然后你一次学一次学，然后来你要自我调侃，老师也是人啊，也会犯错啊，所以你讲错了，哎呦，你看我把都唔对，哎呦，我把空空。哈哈，当然就过，不要老是觉得高高在上了不起，没有这样子的，这世界上平等的，你以为老师很厉害吗？没有，我们是训练有素的狗，我都跟学生这么讲，